抱抱。怎么办呀？他们两个都好强。你知道抱吗？在工作，人家又会说什么什么什么乱这边狗粮啊，乱撒狗粮。对的，克制，走开。志伟老师，哦，我们两个谢谢。对，因为你们是啊，好的，谢谢。没有，加油加油。蛮甜的。我突然我觉得手中的不好喝了，已经，他们的比较好喝。对不起，农农，然后尝一下吗？然后尝一下吗？我们换一个。哇哦！